给完了，大家好，这哥，真冷啊。然后呢，之前不是在那个村里边买了一头驴吗？买一头驴，就说这人杀了一头驴，你差点一点都闹不着。对对，就改了一点儿。好多人还问我能不能那个，就是让别人也买点儿，就那点儿我都没有买上，就买一嘎噔儿，给父母拿点儿匀点儿。然后今天呢，他也除了有头驴啊，他有头牛，啊，今天杀牛。对，上村里给订点牛肉去，订了50斤。这个是订的多，我就想。对。哎，两边老家啊，我们自个儿。对，最主要什么呀？父母什么呢？这不是有心血管疾病吗？是吧？少吃那个猪肉。对对对。是吧？然后吃点牛肉特别好。对对对。有人还说别少吃驴肉那些，牛肉没事儿，牛肉没事儿是吧？然后咱也不懂那玩意儿，你想多吃也没有是吧？对，一年就吃一回，一干粒儿啊。然后现在我父母呢也是，就是说生活习惯挺好的，晚上就喝点那什么，拌个面粥什么的，小米粥什么的。不怎么吃什么东西啊，现在去村里边给父母他们订点牛肉啊，新鲜的大花牛、柴牛是吧？我都没吃过柴牛，对，没吃过，我们也第一次买啊。到时候一会儿还有订点什么新鲜的，到时候咱们看看有没有啊，有没有份儿，走，出发。娘弄不来饭回来，你找我了，到地儿了啊。哎呦，哇，这大牛蹄子，看，全是大牛蹄子，好大呀、啊。这牛蹄子要大锅炖点不赖是吧？哎，搁这儿。给我弄三份，照着10斤一份，啊，然后炖吃了。炖都行，酱吧。酱炖都行。啊？酱。10斤一块，就这牛腿，甭管酱吃是炖吃都行，是吧？也都行，那没那么大月份。带点这板筋的也行。18，那个18小伙，他再高个，他没那么大岁数。哈哈，年轻是吧？这没错。嗯，行。小伙，哎，闹吧，10斤一块。真是，那14小伙都1米89了。是不是、啊？要了50斤肉，这弄点牛排骨。牛肚。还订了一牛肚。牛肚。还有牛堡。就是你这个吧，你打牛堡，你二十。哎呦，这大牛肚。真吃呗。这家伙。牛堡就是牛墩儿。咬了半拉这个牛肚，还剩半拉，太大了，我的妈呀！这家伙，牛百叶牛肚，哎呦，那是我，那是什么呀？你不定的牛膀吗？牛三膀吗？该打的不打。50斤牛肉，20斤排骨，一根大牛尾巴。牛三宝给他要上啊！牛肉这不是这一天牛，这是牛蛋在这儿，我说的。你在哪儿？你油都没法吃，是不是？谁让你100块钱？是不是100块钱？啥都好东西都给我留着。大牛头看看了吧？哎，大柴牛，哎呦，快！哎呦，好家伙，弄身上。992的牛排加上牛尾，900多块钱的肚和百叶。管那啥呀？给完了。完了，交了200斤，不到4000块钱，买了满满一车，先给丈母娘送哪儿去？哎呦吧，起床了吗？鲜牛肉，牛肉，哎，刚杀，10多斤，嗯，让爸搁去吧。哎呦，沉着了啊！我们回家了啊，我放这儿，这一大包，给冻够呛。嗯，妈跟着夸看电视呢。走吧，行。大块儿吗？愿意咋吃咋吃。小块儿呗，切成小块儿，是吧？小块儿一顿多香啊！啊，一吃弄一小碗都好吃。哎，牛排啊，然后牛尾巴，然后牛三宝、牛肚全买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只能做一样先。今天吃牛排吧。是吧？吃不过来。然后先做一个牛排跟那个牛尾一起炖啊，准备好葱姜蒜，看，那是他给分割的已经差不多了，但是到家以后还得重新给弄一下。咱们俩分点纯牛排，单弄出来，弄点那大的，咱们搁那牛尾一起。瞅瞅，啊，是吧？鲜牛肉，鲜牛排，单搁着。花了3800多块钱买的这个所有东西啊。今天分享一下做牛排牛骨头跟那个牛尾啊一块炖，看
把它清洗干净了啊，血沫子全部撇出，然后拿凉水过了一遍，是吧？在高压锅里边给它码好，右边开始炒汤色，准备点香叶、辣椒、五味藤子、没有剥皮的大蒜、大辣瓣、大葱、花椒，啊，各种调料。大家记住了啊！好多人说我们家那个炖骨头特别好吃，看着特别有食欲，看见了吗？炒糖色一定要炒冒泡，这样挂着糖色呀、啊、特别漂亮。加入开水，嘿，这叫糖色多棒！把这个炒好的糖色这个水啊倒入高压锅里面去，热锅凉油，加入底油，开始炒料啊，加入各种调料，香味儿给它炒出来。炖骨的这个关键啊，加入两勺灵魂豆瓣酱，继续给它炒香，来点一品鲜，来点老抽，来点生抽，来点炒菜香。大家记住了啊，蚝要吃不完立刻放冰箱，要不然那致癌变质。来点料酒，开始疯狂加盐，不行，再来点。好，开始加水，再加点胡椒粉去腥的。开始把料汤加入高压锅里边啊，然后上气儿，给它压25分钟。开始盖上锅盖啊，点火，压了25分钟了啊，然后又焖了10分钟。哎呦呵啊，这大牛骨头还有牛尾巴。口味不赖啊，看看，大家看有食欲吗？这个炖牛骨头跟那个牛尾巴是跟驴肉似的吗？晾凉了吃吗？还是说趁热吃？咱们先给它剪出来啊，因为还有一锅呢啊，还得压一锅。先把这锅剪出来，一会儿咱们测评啊，牛骨头跟那个牛尾巴跟那个驴的比一下，哪个香啊？开剪。就这一盆是吧？真的，在农村买这种牛排牛骨头牛尾巴出数，你看见了吗？它没有水，炖完了反正还这些。嗯，你看特别出数，这大盆，尝尝吧，开来吧，开灶吧，尝尝怎么事儿。大家好，这哥，先试验试验啊，两大锅已经炖出来了啊，然后牛排还剩了一半呢，是吧？真不少啊，真不少。净排了，净那是剩净排了是吧？对。你干一个这大，你尝尝。哎，上回我们驴的，我先尝的。哇塞，这是牛的呀，牛尾啊、嗯，尝尝好不好吃、啊？牛尾是上讲究的菜，弄点蒜。太香了吧，比驴肉香。嗯吧。我说的比驴肉香，比驴肉香。驴肉瘦肉多，这个牛肉是肥瘦相间。我这个天神的，太香了。牛肉是，我觉得牛肉肥的劲儿多，是吧？对，太香了。但是它尾巴没有肥的。就爱吃那个牛肉的人呀，啊，那是没治没挑了啊。还是大姐吃，怎么样？就我觉得吧，就是爱吃牛肉的人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牛肉，说实话啊，他比市场买的那种，他出数，我觉得没有水分。嗯，然后这个牛尾啊。一点骨头都没有啊，一点糟都没有，就是里边全是筋，就一根骨头里边，上面全是肉，看见了吗？你们要有地儿买，赶紧买点这个牛尾巴尝尝。哎，这大牛肉也倍儿棒，真的。嗯啊，全是肉，瞅瞅，真来劲。我蘸一蒜汁儿，蘸，真香，那是真香啊。真不是假的呀，这个是真东西。看这牛排肉，真的还，哎，让我们把你出这肉，太解气了。妈，行，这些香，不是太香太香，是挺好吃。嗯，真的没弄完，这带点筋捞了，来，挺好吃，里边全是筋，真挺香。干，你就得弄点那小刀来，我给你拿。对，拿小刀。太香了，干，给你，没治了啊，吃。
给你吃，走。像胆小的都不敢吃的、嗯。哎，对。农村的大花牛就一头。哎，蘸上那蒜汁儿。吃完这一块，晚上我都吃不了饭了。老毕了。嗯，真行。这菜。我感觉在那吃了便宜。肯定的。这点儿不至于。而且这玩意儿能不能凉着吃？因为那驴肉凉着吃特别好。不行，它这有牛肉不行吧？不是瘦的行，就这你看这个地儿吧，你比如说吧，带着大肥肉的这个，那一样跟那个什么牛腱子一样，切点一样，没事。你来一块真正的大肉啊，这块肉可够个儿啊！我去，够个儿。吃了啊，我吃了。牛尾巴上大牛皮。拿烧了，超级成功了啊！然后牛骨头、纯牛排还剩一半呢，牛尾巴啊，今天先做这些，嗯，改天咱们再做什么牛肚啊，是吧？还有什么玩意儿的？牛三宝。对，还有真东西呢啊，没吃过，头一遭啊，花了不到4000块钱。然后三家一分，我觉得挺好。是真吃 啊，真吃真喝，嗯，必须的。哎呀妈呀，太大了吧？不大，就得吃着过瘾。哎，带着肥的，不是瞎说啊。你弄点那蒜，真棒。这吃的都上头那个人家。哎呦喂，香吧？大姐呢？哪家？这些大根儿这吃没了。嗯，够棒的，我吃了有一斤肉。好。作品成功啊！农村的大花牛、柴牛，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牛尾巴还是大腔骨和排骨都挺棒的。啊，首先特别出数，就是香。不是，它真是无敌的，说白了真是油嘟嘟的那种好吃的。对，今天啊，先卤这些啊，改天再卤其他的啊。我先尝了啊，晚上就不吃饭了，哈哈哈哈就造了啊。真行。好了，拜拜了。嗯，拜拜。